安溥原定3月4日要在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，但没想到在开唱前一周，他突然因为椎间盘破裂紧急住院开刀，只好忍痛宣布演出延期，也无奈直呼开个演唱会怎么那么难呀。住院期间他也积极和主办单位敲时间，终于在近日开心宣布将在8月份再度开唱。安溥也在近日透露，因为自己是很突发的脊椎软骨破裂，再加上刚好遇到连假，所以等了比较多天才开刀，那个痛感让他永生难忘。手术后他换了一个人工椎间盘，让他笑说自己的生命中得到了一个比钻石还贵，以后可以带着走的宝物，目前状态也都恢复得很不错，要歌迷们不要太担心，他很期待8月份和大家见面啊。Thank you.